这是我的第一个刺青，这是我女儿画的一个卡片。刺青这文化本来就是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有人很喜欢，有人很不喜欢。那我没有说要挑战什么，就是完全是自我自己开心的。对每一件事情，对每一个人都能够多一点耐心，对整个世界可以多一点有趣的讨论，有趣的想法，有趣的安排。感谢江岸，我的人生第一个刺青，你说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。感谢江岸，谢谢豆皮刺青所。